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峰。两年前我刚回国工作的时候，举办了我第一场在我的演奏厅的独奏会。那个时候我就给自己许下一个心愿，就是希望我在接下来每年都可以再回到那个场地演出。今年很特别，刚好是我的学萨风满20年，然后也是我的第30岁，所以我想说今年是很特别的一年，那我就决定在今年举办这场音乐会。这场音乐会的特色主要就是曲目都很新，演奏的所有曲目都是过去10年内创作的，一半以上都是台湾首演。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这场音乐会可以回馈给我的朋友、我的听众、我的学生们。对于业余的萨风爱好者来说，也希望可以透过这场音乐会让大家了解到萨风的曲目的多元性。在这邀请大家10月25号来台北歌厅聆听风起登峰造极陈立峰萨风。